我今日甲你，我今日吼，甲你讲军事的代志。你普通时吼，下官我无咧讲，啊，但是你今日听着这吼，用着就对啦。因为迄个演讲者都惊唔着我吼，我叫伊惊高速公路，啊，惊迄个动漫路啦。你就是民进党惊唔着我。注意，我来跟你讲，跟你讲笑，你讲笑话啦，不要紧啦。啊，你民进党惊着我。来来来，啊，讲惊会到位啦吼。来，我来我来讲民主的来，大家拢惊中国进步。我是昨日讲的，讲一半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六方会谈吼，六方会谈你知影就是北韩、中国、甲苏联。啊，这边是韩国、日本、甲美国六方会谈。六方会谈的时阵吼，美国甲中国讲一句话，甲中国代表讲吼，你甲我是美国吼，你中国甲我美国吼，唔是世界上界强的武力上界强的国家。中国感觉真奇怪呢，中国实在是伊真臭屁啊！伊就讲。你美国第一名，我上无看第二名。啊，个人比你甲比我搁较强诶，对一个国家，你了不了？日本，日本现准时有六架航空母舰，其中两架已经开始咧运行。伊这两架航空母舰，日本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，29架航空母舰，29架呢。美国现准是几只？即句11只，啊，佫加一只半退休12只。日本29只，你甲看，所以迄个时阵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以前哦，世界一流的国家是啥？日本呢？所以迄当阵，台湾人做日本人，台湾人足强的，我嘛是世界一流的，听无有方的。伊都千不改万不改去打美国，但是伊是为着石油的代志啊。美国拢嘛切断嘛，所以伊开始起始珍珠港。啊，中华民国蒋介石当时已经被打啊四川去啊，出一个火命啊，要发起的，讲伊也对日本宣战。伊对日本宣战啦！1941年12月初9宣战，1945年8月15日本投降，偌久？3年外尔。伊对外拢甲咱骗啦，8年抗战。其实，伊所谓的8年抗战，头前迄几年拢去拍你去走，直直走，遐拍车走，遐拍车走安尼啦。招贝尼。安尼，伊讲，伊自称讲，伊建头上地皮呀，是啦。撤退有怎建方？啊，所以咱台湾人，我伫两当前我冇甲恁讲，一寡台湾人贪小便宜，迄当阵伫日本去定义讲伊是中国人，这是台湾人哦。所以台湾人，我感觉讲，敢若日本统治50年哦。迄、那个教育吼也无彻底，但是今日日本嘛未使，今日日本还阁真好个所在是伊伫即个武器方面真先进。美国甲日本讲，啊甲迄个中国讲，日本其实伊个武力比我美国比你中国搁较强。关你咪讲啥？你知影有协和号？你捌听？协和号是超音速的迄个客机有无？伫法国出产，罗贝尔因为全世界个抗议，讲迄个噪音太大，要求伊停产，停止生产。美国政府甲日本政府讲，你去甲买。日本政府甲买，日本政府甲买起了，叫三菱重机啊，甲改造引擎，小可改造嘞，要求变做无声。即卖伊有做18架。给协和号战斗机，
天地对，普天天基地。这是十八家的普天天基地的这个小号，伊普通是伊无伫用的。伊若要用的时阵，我甲你讲，所以你中国唔敢开战啊。伊敢唔敢呢？伊若敢战，日本若出动，伊就逃去啊。所以伊即摆现主是六只航空母舰的两只，甲美国订 F-35 四只，美国已经批准了。F-35 的战斗机是啥？因为美国已经对日本设限，让伊航空母舰袂当做真大只。这个航空母舰若无真大只，因为这个战斗机够爱滑行，迄、那个跑道无够。日本真巧，伊决定 F-35 唔免跑道，敢若直升机起来，啊就飞啊，四十架，啊两架。拢有伫演习。前两个月，美国伫即个太平洋地区有五只航空母舰。迄当然是北韩伫探究的时阵啊。北韩的发言人讲啊，实在是真歹话。咱台湾嘛有传播啊，一日听着讲美国派五只航空母舰哦，还是讲点伊，甲即摆拢好点点。美国若派一只航空母舰，就是甲你警告；第二只的航空母舰的时阵，就是严重警告；第三只就开战。所以美国刷来去伫日本海、伫南海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也做军事演习，迄、那个规模足大个啦，伫咱个网站来弄上面。美国讲，咱会当甲伊转用伊个迄个相片，所以你若去看。演习的经验，顶管拢有。搁刷入去，美国 F-22 一个中队停伫夏威夷，我有跟你讲过，但是两个月以前调动十五架停伫普天间基地，另外三架伫青山岗基地。伫青山岗的基地是中华民国出钱。出其中两家的钱，但是美国人在赔。本港中华民国出两家的钱，放在夏威夷，美国人在赛。像这种的经营，民政府后摆是无允准哦。你美国，你本来你要负担我的服务啊，我是你的占领地啊，我唔免做兵是一定的，我唔免交税金是一定的啊。你都爱照国际法来，所以美国。想来惊咱个团体，唔是讲咱在座拢足好受怕的。我只细只矮啊，我嘛无啥来，我只大颗，我无大成绩。但是咱用智慧，反正是你美国人发明的啊，你爱遵守啊。所以咱用智慧，用咱的法律的基础，甲伊美国绝对战。但是我会甲各位讲。何瑞英开始发现讲美国军事政府占领中以后，我搁在研究，以后我速度足紧的，不是我真巧。美国有单位提供资料，所以你袂感觉讲有足济资料奇怪，大家人拢编袂着，迄、那个国际法讲奇怪，这林志杰想要为着编起来物件出来，人服务啊。我袂再讲，但是一摆若好我吼，拢几千页啦。迄几千页吼，敢若拢用拢原文嘞，敢若看遐原文啊，我甲你讲，你真正目睭看到破窗啦。但是我看速度真紧，啊，我拍字嘛速度真紧。所以你看我文章一篇一篇一直捡出来，甚至有人讲吼，奇怪，这林医生头仔敢好甲种程度，遐遮尔啊侪消息。哦，美国去斗三等啊！我请教你吼，系你讲，这个宜兰甲花莲遐东边有一个叫云仰国岛，迄个物只上日本的岛着，对，110公里。啊，伊迄伫花莲，我听讲伊民生用品站吼，拢去对遐采购吼。哦。啊，伊迄起码讲要上面对要日本讲可能，已经入面啊，有可能做军事基地。已经入面啊，啊，我甲各位讲，种全台湾管，无啦，无可能互你台湾管，我甲你讲。
伊那波头，美国要甲咱协助，咱这个靠了一个代志。我拢媒体拢叫封锁去啊，有无？有无？还有之前拢甲咱封锁，从遐主管拢掠去一个甲伊判刑，无啦，无判刑啦，甲判罚金啦。你卖讲啥，一摆甲你罚10万吼，罚200就倒啊。咱讲无收钱呢，大家拢做义工呢。我阿美国讲抗议，阿伊讲安尼讲，安尼啦。我与那国岛吼，美军迄个建一个，迄个电台，迄个发射台啦。啊，你为台湾用电脑甲拍去，啊，为遐拍来台湾，安尼在，我可以。迄不是敢那垃圾用呢？做电池呢？本来是我你那里自己讲来，我这自己录音自己出来。啊，我也不要紧啦，吼，我也不要紧啦，因为这个事情我也是讲假的啊。速度偌紧啊？啊，我看那个，伊在山顶你去吼，应该速度真，美国人你去吼，真啦。啊，但是伊要管理啦，吼，伊要管理。我未当讲管理了，啊，即马甲起来讲，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，我就搁吐掉。伊也会记得吼。台湾不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美国是足严，咱讲这句话。咱你若讲不爱讲自治哦，你爱讲建国，建国就真有啊。所以，与那国岛离开台湾110公里，钓鱼台离开台湾偌济？340公里。340公里的时阵，是不是370？不是钓鱼台。海里吧，海里嘛，我知，是，所以你甲看吼，钓鱼台离开台湾较远，啊，与那国岛离开台湾较近，啊，钓鱼台上面，中华民国外交部甲我请去两届，讲你用你有研究，啊，你甲恁讲，我甲你讲。我讲的绝对保证，绝对正确。你要听清楚哦。我讲钓鱼台是台湾的，后边你也嘛爱讲哦。台湾是美国，诶，日本的。安尼钓鱼台上的。日本的。啊，就熟悉的啊。钓鱼台是安讲日本的，《马关条约》第二条，伊讲台湾与其附属岛屿，钓鱼台是台湾的附属岛屿。挂好日本，啊！日本的推下面的哦，伊家己讲啥？伊伫1895年的1月份，家己讲宣布讲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。过两个月，大清帝国出来反对，讲等下，你无经过我无准准。但是4月17，马关条约签的时阵，竟然将钓鱼台含台湾拢挂好日本，所以。日本若要争取钓鱼台，要用马关条约做准，安就对啊嘛，好侪个。钓鱼台是日本，是归属台湾，啊才是台湾是日本的。所以，对，所以2013年，日本政府要照国际法宣布钓鱼台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安就对啊嘛。所以恁即摆拢，即摆还在教日本呢。日本人外务省吼，爱派人来学呢。因为过去对这个战争法吼，歹势我看日本，大家这战争法读毕业的呢。但是因即摆感觉讲，咱的研究变得较深。当然，咱有资料，伊无资料。所以与那国岛很主席的日本的自卫队入面，那是事实。这个自卫队入面来，以后离开台湾愈来愈近，因为我昨有甲恁讲过，花莲的地下迄、那个海边的迄个台湾岛有一个凹洞，真大个凹洞，海沟，美国的潜水艇秘密啊。所以你台湾啊，是足安心的啦。真正足安心的，台湾绝对无问题啦。美国人嘛有甲咱讲呢，伊讲你想看卖啊，我嘛放弃台湾，退到第二条线，伊要开国防费用上无加10倍、100倍，
所以伊无可能撤退台湾。与那国岛，伊绝对袂嫌日本，因为是99年，搁再99年。美国人第三个所在是99年，搁再99年的作用，一个是关大纳摩湾古巴，打败西班牙，挂予美国。后尾啊，要予西班牙，哎，予迄个古巴独立的时阵啊，建国的时阵啊，伊盖签与那国，迄个关大纳摩湾，99年又99年，啊，每一年甲付租金予，卡斯楚，卡斯楚即马歹甲念，那我无要做你啊，有效无？无效。合约啊，共产党啊，国开放，我无爱照你的意思，无可能啊！约签伫遮，你无爱听，我甲你提存啊。所以这个古巴的关塔那摩湾，美国永远甲你控制。我第二个占领地就是托板的琉球，第三个台湾的内湖20000平。你知影迄个内湖是美国政府向啥物人做的无？无啦，不是阿扁，阿扁个人无遐侪钱啊！你听讲，不是向中华民国，伊是福尔摩沙基金会。美国人哦，头脑足好个啦，拢照法律啦，所以恁要对付美国，爱用法律啦。伊啥物用福尔摩沙基金会？因为福尔摩沙基金会，伊向市政府迄搭阿扁做，我做总统，你讲个。做总统啊，伊从这个土地吼、哦，先来租予福尔摩沙基金会，福尔摩沙基金会才含迄个美国签约，伊袂当直接，伊讲我的土地，我哪会甲你租？你听有无？我的土地啊，我哪会甲你租？要怎样？但是伊嘛要掩人耳目啦，啊，所以租99年，搁再99年，租金偌济？3亿，我感觉99年，迄个3亿已经不是钱啦。啊，若民进党接咧中华民国money就无效去啦，你无价值去嘛。但是我唔通安尼甲你讲哦，啊你讲，啊你我等于开始开，钱你甲开掉，现在来啊。正常正常我袂开哦，迄还佫会使，迄台湾的黄金去换的。所以吼、哦，有真济代志。这么大演变，台湾人都不知道。当然啦，每一次我们演习会的时候，你如果来听，你都听到新的，因为有两礼拜的时间嘛，这两礼拜就一直跟推进，跟美国在讲什么，我都会在这儿跟我们所有的员工讲。因为电视有在跟传播，我们的这个电视的传播，一次都差2万例、3万例在看，因为大家感觉讲，咱民政府所讲的这些消息是正确，你伫外口从来毋捌听过。过来中华民国，现主席的武力，我会当甲你讲，美国国防部正式甲我讲，飞机绝对无卖予你，因为每一摆人卖较高级的武器予你哦，免偌久，迄边就可比伫遐。所以报纸写讲 F-16 啦，偌济啊？迄拢遐国会议员啊，迄拢是做啥？砍狗啊！最近阿米塔奇前个国务卿话，啊，佫几个，遐拢是做啥？做砍狗啊！叫咱买武器。但是呢，那话咱民政府吼、哦，免买啦，免买啥物武器？你本来你都爱甲我顾个啊，哦，无你莫甲我接你啊。你占领，你都爱甲我顾嘛？美国人到今日为止，唔捌有将伊占领的土地哦，去给第三者搁占去啦，无啦，嘛无出卖家己土地啦。所以照这个甲研判落来，你看，中华民国民进党的洪基昌去甲北京讲话，无偌久，我就得到消息啦。我的文章就出来，中华民国国民党和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在交接的时阵，斯托文就公布出来，伊 wiki 伫咱的网站，咱就随想，
所以即马真侪人，包括国民党诶、民进党诶，真爱看咱诶网站，上新诶网站。啊，若较级别诶，我就是每两摆、两个月、诶两礼拜诶研训班诶时阵，甲大家说。所以咱后期第五届。五月、初六、初七、初八，你若有闲，你五月初八迄一天，十点你就等来，因为咱迄天一定会邀请一个贵宾来演讲。啊，演讲以后，我有出来，我有一点钟去，莫讲讲评啦，哦，我有一点钟去。安尼呢，会互各位对现主席的角色会愈清楚、愈了解。我是一直感觉讲。台湾人足好啊，啊嘛足甘心诶，因为你家己是坐火车来坐，我是坐高铁呢，高铁足贵诶呢，家己出钱，啊都要受训，都爱搁家己交钱，诶，即种诶精神吼，全世界可能讲台湾人，所以我真讨厌遐人讲哦，台湾人无够团结啊，台湾人够无够团结。第二摆叫手牵手，两百个就去牵。我甲各位讲，阮老母哦，八十几岁啊。明明阮五个姊妹啊吼，第二摆迄一天一定伊要来牵手的。台湾人无团结，啊，皇宫人咱嘛无团结。啊，台湾人无合作。每一摆啊，民进党咧喊行街头的时阵，咱就去行，足侪人拢去行呢，行到大家脚腿上要断去。够有效，够有效，无嘛，因为对付的对象不对嘛。咱对付中华民国要创啥？伊是代替美国占领，咱来找头家嘛。头家是啥物人？美国嘛，这尔啊明的代志嘛。所以你找中华民国，伊不爱插。你一百万人，两百万人嘛无效。所以。台湾人无形中浪费足侪钱，浪费足侪时间呢，对上拢不对。这边四月二八要去日本交流协会，要去啊做美国的交诶、美国的交流协会，甲日本的日本交流协会，甲迄个 AIT 台湾分局、松山分局，这手续送去咱办的，你知无？伊今日有来潘信先。咱个体育大神，欢迎来拜托。咱已经合作啦，啊，你问伊就知影，夭寿好哩。日本的交流协会 AIT 吼，若看到咱这个团体要去吼，拢足欢喜的，因为咱去拢较散会呢。那好最快的团体，但是。这是咱第二摆飞去 AIT 啦，第一摆去了后，飞上了后，伊就知影，因为过无偌久，咱就甲倒啊。先礼后兵啦，日本人搞你后悔，即摆嘛才是才是了。咱即摆甲上飞，我也甲讲啊，上飞以后，两个月你哪点点，就甲你倒。所以你拢在听人家谈的呀。夭壽你攏歪甲惨，无我无甲你惨，我搁送花互你呢。所以，即个日本人甲美国人即马拄着上界强的对手啦，就是咱这个民政府。特别要送花嘛，搁特别咱搁惊呢。日本要送啥物花，搁想呢。啊，只有日本的国旗，内底是红的，外口一排白色，啊，送过去。但是我相信你也足清楚，伊若要接咱的花，伊也有自觉。美国嘛同款，美国每一摆咱去拢嘛发言人出来呢。你甲问迄个花神，迄警员讲奇怪呢，其他的团体若来吼，美国的 AIT 拢不爱插小因的，合接嘛不爱甲接。啊，若要接叫迄个外口的迄个警卫吼，甲接。对咱这团体唔敢，真正唔敢。咱是照法律来，每一项拢照法律。你叫我申请，我就申请。我当当然然甲你申请啊。啊，你中华民国是你做啊，你是代替美国尔，我就不爱插你啊。
所以咱甲中华民国会冲突无？不会啊。咱即摆就要甲美国谈判 ，USNG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台谈判，要安怎移交啦？将来以前到今日，台湾人毋捌经营过这个政府，台湾所做的拢是中国人的政府，拢是中国人的迄套，所以贪污一定的嘛。因为因的文化就是安尼嘛，拢卖听好听话啦。你伫电视看拢假的，你报纸你即摆开始，你今日倒去以后，你看报告你也要看。那看到台湾，你就甲按起来，甲用中华民国甲看卖，安就对啊嘛。什么台湾含人断交，看到鬼？台湾甲什么人断交？咱唔捌见到过。台湾嘛无切出来嘛讲。是你中华民国你蒋介石的代志。自由时报嘛咧刊啊，八八风灾搁咧写，讲咱甲美国断交，我搁咧甲敲电话现甲吹。第时有，真好，是有建交。各位，咱都爱需要这款的人啊。咱即摆电台，我即摆甲注意讲遐政论节目啊，无人敲电话，有啦，加减有几个啊啦。但是咱即摆新闻甲第四界真也无人听啊。啊，其实你敲电话也无人听，敲电话可以啊。欸，你讲的也唔对，但是吼，你唔相信，伊拢不爱和你讲。伊咧维护中华民国啊，所以爱拜托所有的人，我二伯伯大人演讲，拜托你看你的所有的政论节目，你不爱，因为你不爱和我有讲话机会，我用政论节目来做广告。你这人知影台湾民政府无？我不会也给你切掉，我紧，一个切掉，两个搁卡，三个卡。一百个人刣就倒啊！啊，不是，真简单啊！台湾人我都合作，这就是合作啦。要求邀请民政府的人去台的政论节目。迄无效，我刚刚三明，落来我去三明的原因是，竟然我先录影录落来，我甲你讲，甲伊要放的物件，互你出来，所以以后我就爱去啦。现场的。我不是现场。几摆啦，几摆啦，我的时阵就录影，所以我即摆较巧啊。若毋是现场的，我歹去。因为若毋是现场，我去到地吼，伊拢甲我讲，伊要听，伊要放的物件。嗯。所以即摆就爱靠咱所有的大家化身做林志深啦，化身做民进路啦，甲敲敲门啦。你有听过台湾民进路无？啊！若无我多，你嘛，甲讲一句话，台湾民政府有网站，你知无？我大家听到的人，较巧的，会晓去拍台湾民政府的网站。啊！若网站去看恁的网站以后哦，我甲你保证哦，迄两类目睭哦，拢袂离开啊啦。因为伊安那伊讲，夭寿，台湾的地位是安尼，台湾的现状是安尼。啊！看到迄个美国的军事演习，这尼啊强。什么人拢无了遐大，所以这就是讲，咱伫受惠，咱所谓同心啊，大家爱有一个同心嘛好啦吼，大家爱有一个，莫讲干呐，你家己一个人知啦，安尼无效啦。但系我两千万左右呢，因为300万是中国人。2000万人对迄个300万的人对付袂起，迄个看卖，看落可怜着。所以咱爱团，爱大家真正爱叫做团结。好势啦，好势。民进党若要叫咱甲支持，叫伊第一条的党纲爱改。中华民国撤掉。伊若无撤掉，反对民进党啦，伊叫做中华民国民进党。我甲你选几波，我甲你敬几波，啊入去中华民国内底。啊，佫入去中国，无怪变作另外一个中国，中国两个中国，真简单啊！这道理非常简单啊！最拄啊开始的时阵，咱美国开始话讲，卖选举，卖选中华民国体制的总统，两三年前红马丹，但是即摆来也无共款啊！安尼，这两三年的工作的打拼以后，台湾人的头脑拢启蒙啊！
所有美国人，诶，台湾的美国人，即个台湾人，我甲你保证，80%-90%已经拢知影咱的论述，啊嘛认为咱即个论述是唯一，会让咱台湾人建国的论述。所以我已经有讲过，所有的大脑啊，都爱海外大脑来参加，恁要不要参加？那，敢那托客员你讲啊，咱的总理讲啊，迄大脑叫你三个坐伫遐，迄候选人坐伫遐，你不管什么人，要做总统吼，候选人后摆阮这人的位，你哪来甲恁摆？我爱问咱各位。民进路后摆遐个台脑要甲排位无？无爱，爱无？无爱，你唔敢讲，无爱啦。不是啊，要来接嘛尔，记得利用者尔。放晒有生意无啦？恁通自认为讲咱家己能力无够啦？我一直咧讲几啊摆啦，咱有能力，绝对有能力。咱无知名度是因为媒体互人控制。有一天民政府开始在执政的时阵，大家拢报你的名，我给你保证，你的知名度绝对足悬的。你倒落报名？啊，一定的。啊，佫名名声佫袂歹。台湾人400年来毋捌执过政，咱要来执政，啊，开始训练咱，训练咱家己有能力。会当做一个真好国家的公务人员，这是非常非常的要紧。所以呢，咱这边的授训，不是讲这摆尔，咱连续一直伫一直排，因为咱的美国讲吼，内阁小迄个州内阁甲议员吼，一定爱先爱有授训的人，才会当做内阁甲州议员。这就是咱一直在那考试，一直办，一直办，一直办。明天哪会报给讲呢？你若要做州议员，还是做参议员，迄、那个州的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内阁的时候，你讲啊，我不爱用真正的名，会使无？同意。因为咱即马现主席嘛有公务人员，有现任的司法人员啊，有现任的警察人员啊，用假名不要紧啊。咱知影伊啥物人，因为台湾后摆各行各业拢爱啊，后摆无外交部，后摆无国防部，其他拢有啊。CDC 直接甲美国连线，咱知影迄个 SARS 的时阵，啥物人来救咱哦？美国的 CDC 呢，疾病管制局，飞机直接降伫松山啊。我刘少明还无来一下。迄当阵，松山是还阁国内，台湾航空哦无飞国际线的，美国来逼一下，听你啊。所谓防护罩遐个话，遐设备台湾拢无呢。你知影邱淑媞、啊涂显哲三两个救来，美国 CDC 甲救。无你去问啊，你问阿扁啊，因为。美国的 CDC 来的时候，在和平医院啊，直接接管指挥。恁的迄个也做卫生处处长，什么啦？叫伊来。啊，恁的卫生局的局长，什么啦？邱淑媞，叫伊来。两个空空，无要去。啊，你美国哪能搞命令？无来，过两天美国甲阿扁反应，这两个马上来搞换，临时换掉的。啊，临时换掉。去问什么啦？问陈凯文，国泰病医，咱的现主席医疗大臣。哦，陈凯文，现主席的国泰的副长，即摆阁现任吗？陈凯文就是甲吴淑珍开刀，迄当阵伊的颈椎哦，无人敢开啊，因为送去台大的时阵，伊做台大的外科主任嘛。迄、那个政风室的人，拢甲动啊！伊出来讲，我是医生，我爱甲去，刀鼻甲开了，开开吼，拍开一个看，夭寿哦！迄、那个脊椎吼、哦，用迄个锁啊，唔是锁啊啦，钢筋啊，白白安尼拄拄好啊，无怪伊坐，迄阵坐了吼，要徛无法度徛，
要坐这轮椅嘛真困难啊。伊全伊甲拍开，胃头的开始甲整理，所以整理到今日，伊会当坐轮椅。陈凯模，伊这个人伊无要出头，所以咱这论述，陈凯模当我的面，较好吴淑珍。阿公，较紧嘞。那总统讲，台湾有救啊！迄当然叫做我下一份的叫做台美关系关键报告。你讲你开始叫，啊，做陈水扁啊，看这份册。所以，我过去看阿扁的时阵啊，阿扁啊本来要写台湾地位啊，我册给伊了，伊全唔敢写，伊全无写。伊敢讲，啊，你也不要较早写，我冤枉哦。我写写，我人迄个陈凯模当我面，敲互恁太太，叫你爱烫啊，你若无烫，伊讲伊当伊若烫啊，当面就面较惊，面惊较惊嘞，都会大家来参详讲要安怎来做。所以台湾失去足侪机会嘞。所以即摆，咱民政府，咱真真正正台湾人有机会来建立咱家己国家嘞。所以你毋通看你家己本身无去。但是不是讲你一个人，安尼对国家就会完成。你、我、伊，咱拢有责任啊。所以你逐天上好，家己做一个记录。我今日有甲一个人讲，我过阵间我搁今日搁甲一个人讲，爱互较侪人知影。任何这款的论述，你若有法度甲咱打倒，我如老早我有讲嘛，三五年前我就向全世界宣布啊。我讲的遮若有唔对哦，我年纪就退出啦。啊，即卖无人我都调整啦。当然啦吼，你若要用迄个感情的语言，迄我无你话。什么台湾是什么中国固有领土啦？什么啊？你为谁来的啦？啊，你唔是为中国来的吗？啊，你说你中国人，迄即款理论是拢听袂落。虽然祖先，我嘛唔知是为谁来的。无一定是为中国来，迄嘛无一定啊。但是，咱若为台湾搬去伫美国，啊，已经变做美国人啊，你敢会当讲，你还阁是你中国人吗？袂使安尼讲，你摕到迄边的公民的身份，你就是迄边的人嘛。啊，无你变做美国人以前，你爱安那一个宣誓呢？所以，你的公民权利法案内底，对中国人流亡在台湾呢？太酸了，咱内底拢有啥？你欺负人家，拢有一本，迄一本一百块呢，印甲真水呢。所以恁人想讲，你摕这个文件，拢免钱的。虽然你即马坐，因为你有交五千块过，咱提供予你所有物件，这拢是咱的心血，咱的血汗钱呢，拜托大家较俭。对，传给人看，因为有看的人，他们讲还阁有足侪疑问的。那咱何处长家己讲的啊？咱的陈处长嘛安尼讲啊，林处长嘛安尼讲啊，潘组长嘛安尼讲啊。你甲人讲的时阵，有人是咧甲你讲啊，你笑的，我不要紧啊，我嘛做下来做足久的，做到最近吼，大家才讲哦，原来你讲的拢对的。包括这些台弄嘛呢？不是跳笑，讲我疯子，我都唔捌，我拢无看好美军啊，外口拢无美军啊，你敢讲美国军事占咩？所以尤其是迄支旗啊，这两支旗拜托你收呐吼，拜托恁家甲我挂一下啦。啊，若有今年你拢杀我啦，我绝对讲是我挂，绝对袂去大流你啦，迄我挂。啊，无你甲讲，我请你挂，我付予你租金啦，拜托你挂啦，你就无罪啊嘛。啊嘛未，今日我有分一张互恁看有啊。流亡政权对台湾平民迄以前的文章啦吼，对台湾平民政府的事宜，这是啥物代志？你敢知影？咱今仔叫做台湾民政府，毋是叫做平民政府呢？因为这毋是要甲美国配合，美国军事政府要入来台湾，因讲伊若入来以后，伊要
你汉文要叫做美国军政府，拜托你台湾平民政府爱换，甲因配合，所以叫做台湾民政府。因伊拢共款，台湾 civil government。七月七日，咱伫美国华盛顿 DC 办公室成立，八今日为止还阁一个，还阁一个秘书伫遐咧工作，无停啊。九月七八，伫美国办酒会，180个人，美国人有100个参加。中华民国伫十月七日举办酒会，才80个参加，差100个。搁美国个政府嘛惊着啊，哇，恁哪厉害？其实不是咱厉害啊，咱个酒会美国国会有派人参加呢，提名提好我，不是我无去啊，因为我无护照嘛，因为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吼。因为我既然代表，所以我袂当申请护照，我不爱去。啊，所以因拢在笑啊。伊讲你是外省，我无去，我无要去。啊，所以即款话，你网络就讲哦，啥物美国甲拒绝拒签啊，乌白讲。美国是偌爱我去的，我是惊我若去了，迄中华民国取消民权，不爱我转来。啊，我真正流亡啊！伊即摆你流亡，想要我流亡，所以我无要流亡啊。我伫遮，无伫边啊。国防部。CIA 国家安全会议，以及 CIA 有七人去参加，嘛有提相片我看。你搁对哦，对去 New York， 对去迄个纽泽西，但是飞来东边，哎西边的时阵都无对啊。所以咱这个代志，不是讲我一人知呢。咱在座冇人知影，所以呢，我会当甲各位讲，我今日只徛伫只咧讲，对这下面啊咧讲啊，拢是绝对事实。所以你家己对你家己爱有信心啊，尤其是武装方面，美国人有甲咱讲，中国的武力甲伊相差50年啊，我会记。马英九这边在选总统的时阵，迄阵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代表甲我讲，伊当面来甲我讲啊，伊讲 Roger， 你若有原子弹，你敢向中国你敢甲牵无？因为我都无原子弹，所以我当然我有讲，我都无原子弹，我若有我做你，伊若敢甲我拍，我做你甲牵，伊就笑笑。总统宣誓讲，台湾报纸出来讲，美国送4个原子弹送唔到伊啦。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无？哦，小布希，有无？小布希迄个时阵嘛，上戏了上唔到的。了后我就讲，哎呀，好笑哦！原来你老早来唱伊嘞，啊，这时间啊，迄个伊甲你承认讲，哎，去来甲牵。但是伊若真正敢碰，我嘛敢甲牵。你知影这边北韩迄当阵，等你唱戏的时阵啊，中国国咧喊的时阵啊，美国国家安全会议讲啥讲？我已经准备好10粒啊。当时要给砍落去，尤其这边是日本的地震吼，美国撤退来台湾，这对台湾足有利的。所有美军的指挥中心设在台湾啊，设在台湾以后啊，所以马英九过去88水灾，什么水灾啊？伊无去开国安会啊。但是这边讲美军撤退来台湾哦，伊开几啊摆国安会啊。尤其 AIT 竟然去将高丽豪的移民署甲迄个海关接管，伊对我安怎讲？为了让美军方便，要求我移民署交互人。迄、那个海关交予人讲，为了方便。美军退来台湾，美国毋是所有人拢美国人呢，伊有伊个惯常呢。为了方便吗？你想袂知呢？伊甲我哪懂？绝对我都懂的嘛。敢若亲像这边迄、那个内湖，迄工地，伊讲伊也做台北市政府讲。AAT 有算我们申请，啊，我们没有批准，那绝对我袂讲的。B 公咱就甲你申请，我的土地我来甲你申请，
好啊，无你甲拆掉，拆我看卖啊。去拆啊！绝对唔敢。啊，咱台湾人去人讲无地位、无常识，就是遮啦。遮尔啊，才是遮尔啊明，你互你看，啊，你讲唔知？咱即摆知无？知无？知。爱知啊！我无代无志，加五十分钟啊！拢我我若知影继续讲，但是我蛮少休的。啊，那这十分钟啊，先，恁讲遮人，咱要让人啊，安尼好无？好啦，好，好来，谢谢。今日